你不是回警局了吗？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小白，你先回去吧。你确定让我回去？没事，先回去吧。行，那回去了，拜拜。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赵局约我了。太好了，你小心点，我在附近守着，有事叫我。 做什么事？坐。不坐。咖啡。不喝。我这儿的咖啡很好喝的。我胃不好，喝不了咖啡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你这么年轻，得多注意身体啊。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让你一个人来。 我是一个人来的。我怎么感觉白家那只小老虎好像就在附近？没错，我什么事情都跟他说。究竟什么事？ 你找我来不会，只是想跟我聊这些吗？这一次，你肯定需要我的帮助。我明白了，这个案子肯定跟你有关系，抓到犯人对你有好处，但又不能马上抓他，是不是？<笑>你跟齐天只是长得像，其他地方一点都不像。那你认为我的性子像谁？你吗？不像吗？还有别的事情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。